家好，我是熊梓淇，在雪豹里面饰演王旭。在进了剧组之后，我也开始学习藏语，然后那个读音真的比较复杂。我们昨天还在一块儿聊，就是记得我们每天去现场，到了就是影片当中的那个羊圈的旁边。直到今天，我刚看到这个光，就还是像我第一次见到万马导演给我的印象是一样的。它永远像一束温暖的光，然后能照着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演员熊梓淇，今天非常激动，此时此刻也永远感谢外马导演带我走进电影的世界，带我走进雪豹的世界，永远想念他，谢谢。